三郎，把我这碗也吃了。行啊。行什么？不行。是你说的。我说的也不行啊，我害怕把你撑坏了呢。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 恐怕还是不行。不行也得行，我是越来越想腻乎着你了。腻乎，这个是阿蛮的词儿。哦，阿蛮他还是不能释怀吗？ 心情不好，给他点时间，让他缓缓吧。我要是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亲自向他道歉。 你看那边，什么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是丞相大人和国国夫人的人头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御林军级别啊！级别？乱兵，马上就要杀过来了。他们谋反了？是乱兵，还不是谋反？可他们杀了咱们。 大唐的真相啊！下一个，恐怕就是贵妃娘娘。什么？有人鼓动兵乱，是要将杨家人赶尽杀绝啊！没有，没有，丞相大人和国国夫人被杀，不要这样。 阿弥陀佛！我大唐勇士们能为民除害，可喜可贺呀！可是请大家不要忘了，他杨家还有一个人高权贵的，如果等他反过手来，那咱们这些忠义之士可都要遭殃了。道长的意思，难道一定要斩草除根吗？ 善哉善哉！弟兄们，这个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死了，可他的妹子，那个红颜祸水还在。他要是不死，咱们兄弟就得个个下油锅。对，还得接着杀，跟我走啊！ 千万不敢到前面来！他们怎么敢？陛下，他们就要到了。干什么？他们还要干什么？乱兵作乱，岂好是杀杨家人？下一个。
恐怕是贵妃娘娘。放肆！ 传入者，杀无赦！遵命。陛下，咱们还是回战堂商议吧。商议个屁！没怎么好商议的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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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妃娘娘，高公公说。 请娘娘不要到钱塘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听陈将军说，御林军作乱，杀了丞相大人。什么？为何？奴才就听了这么一耳朵，听说乱兵还要杀到这里来。三郎，陛下呢？陛下在钱塘。 贵妃娘娘，为何拦着我？这个也是高公公的意思。我问你为何？高公公没说，可奴才也是听了那么一耳朵，说是乱兵杀了丞相大人，正要来，来，来干什么？来杀贵妃娘娘。 玉环姐，你干嘛把我锁在屋里啊？你杀安无躁，这是我的意思。玉环姐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今晚要和陛下在一起，你怕我你再不能守着我了，你怕我还在怨他恨他。玉环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那么做的。阿蛮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也好高兴啊。玉环姐，那你放我出来，你赶紧放我出来呀！ 我实话告诉你，怕是要出事儿了，要出大事儿了。玉环姐，你还是怕我会给你惹事是吧？跟你说，先知生前跟我说，要我像孝敬亲生父亲一样孝敬陛下，我就是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，可我也绝不会再对陛下不利。玉环姐。 我怎么会不听先知的话呢？好妹妹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更放心了。但是我不让你出来，不是因为这个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就好好在屋里待着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要记住先知对你说过的话。 为什么呀，玉环姐？这是为什么呀，玉环姐？御林军作乱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本来按照陛下的部署，御林军是不能作乱的。 怎么说？陛下将御林军分为前军、后军，前军由陈玄礼带着护从陛下，后军呢由太子爷带着自卫后路。前后两军无论哪军作乱，另外一军必定赶到平西呀。你想说什么？老奴。 不敢说什么，老奴只想说一件陛下看得到的事情。那前军作乱这么大的动静，后军不可能不知道啊！而且陈玄礼早就把这消息传递给了后军，可他们没有来，他们早就该来。
臣将军，我等兄弟的作乱吗？那是乱了，可我等不是犯上。陛下在此，尔等若不是犯上，退后三步。凭什么？要退也是你们退，弟兄们是来为国除害的。本将军不管尔等为何而来，但看犯上者，本将军等着你来。吾愿与我大唐皇帝公然为敌者，退后三步。臣将军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退还是？我等要觐见陛下。本将军是尔等的顶头上司，尔等要向陛下说什么，先跟本将军说，本将军为尔等转陈。陈将军，弟兄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：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死了，可陛下身边还有一个红颜祸水，我等要清君侧。 阿弥陀佛，清君侧，胡校尉，这三个字，谅你那狗脑子也想不出来。我知道，你身后定是有高人。弟兄们要清君侧，不是为了弟兄们自个儿，是为了陛下，为了陛下的大唐江山社稷。 此花献之外者，还是我大唐军的羽林将士，胆敢逾越此花献者，就是犯上作乱、大逆不道之徒。阿弥陀佛，弟兄们，咱们就给陈将军个面子，让他去见陛下。我等要的是贵妃娘娘的死。杀！ 贵妃不死，我等绝不受命。这是其一，而我等御林军将士诛杀杨国忠，又再次奏请陛下诛杀杨国忠的妹子贵妃娘娘，乃我全军将士忠心所见，恭请陈将军奏请陛下，恕我全军将士无罪。我等无罪，我等无罪，我等无罪。陈将军。 陛下若是不答应，阿弥陀佛。陈将军，作乱到谋反，只有一步之遥啊！好，本将军代尔等转陈所奏。 只等恭候陛下圣裁。你没听出来，他们是在逼宫啊？是，可他们至少还承认陛下是当年大唐的皇帝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是说朕要顺从他们的要挟？陛下容禀，臣以为。
清君则三子其实是真的，是有人背后指使的阴谋。此次我前军将士作乱闹得天翻地覆，而后军一动不动，装聋作哑，这又作何解释呢？臣早已将乱兵作乱之事通禀后军，请陛下恕罪，容臣把话说得更明白些。臣已将前军作乱之事通禀给后军的太子爷，可卑职望眼欲穿，未见太子爷派出一兵一卒。陛下。 此事前因后果已是昭然若揭，倘若不顺从乱兵的要挟，秦叔臣直言，清君测三字就要变成两个字，清君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陈将军，陛下还没有决断吗？若是再无圣裁，兄弟们可就要杀进去了。此事缘起，朕已心如明镜。 可朕宁愿他们清君，也不能容忍他们清君侧。三郎，不能这样。贵妃娘娘，玉环，何必和将士们赌气呢？ 所有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明白了，所有的结果我都想过了。要是这些结果我一个人来承担，能让我的三郎走出危难的境地，能让大唐。 免起内讧之灾，能解救大唐的臣民于倒悬之苦，能让大唐的将士为收复大唐的江山设计而战。三郎，有这么多的好处，玉环一个人的生死存亡，有什么要紧的？不，朕宁可失去江山。 也不能失去你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三郎，有你这句话，玉环知足了。陛下还没决断，弟兄们不能再等了，杀进去！ 皇爷祸水，更不可留。
还请陛下圣律裁断，忍痛割爱，恩赐贵妃娘娘，洁身自残。 三郎，相爷，师父，弟兄说起，弟兄说起，陈将军，快请起。 妃娘娘，将军的心意，本宫明白。刚才陈将军说，让本宫洁身自裁，那就是说，在本宫上路之前，将士们能容本宫有所料理。是，娘娘。 千岁之体，理当礼记。多谢陈将军。可我要知道，将军这份善意，将士们是否能听从？将士们，请你们相信本将军，陛下自有圣裁，贵妃娘娘一定上路，请你们稍安勿躁。我们相信陛下。 贵妃娘娘，多谢了，三郎。陈将军这份善意很难得，走。陛下，走。玉环，你放心，朕绝不容许。 会让他们。三郎，你听我说，你是皇上，你要带领大唐的臣民，光复河山。 任重道远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保住你自己，才能对得起天下臣民对你的期许呀！朕可杀，不可辱，不可意气用事。他们要杀我。 也要逼死我的三郎，但是我的三郎偏偏不会让他们得逞，偏偏要好好的活着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大唐的皇帝是天之子，是任何事情。 你就别这样宽我的心了。果然是天子啊，说让天父下雨。
天父就下雨了。曾经提醒过我，可是我李隆基为何就是这样执迷不悟，以至于走到今天这样？我还是我吗？你就是你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不能怨你。我相信人心就在，大唐就在。我老了，我老眼昏花，看不见真相，看不清恶魔，更加看不清我自己。还说什么我不会老，我为了你永远都不会老。可是老就是老了，我不但保护不了你，反而害了你。不许这么说，不许这么想。在玉怀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三娘，永远是那个有情有义的大世子。
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去面对他们，绝对不会。要命，我这儿有一条，我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他们要杀你，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三郎，三郎，你是大唐的皇帝，现在国有危难，你不能这样一意孤行。你不能为了我杨玉环就不顾黎民百姓、大唐的社稷，这不是英雄，这是胆小鬼，这是欺天下大义之不顾啊！三郎，不是我闯的，罪是我犯的，天要塌下来，就冲我来吧！就算是要死，我们也死在一块儿。三郎，我们不会死，谁都不会死。你忘了，我们在长生殿许过愿。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会死的。玉环，玉环就是没了这口气，心也跟着你。只要有心，就不会死，不会死。苍天啊，把我的命拿去吧，让玉环活着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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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乱军就要冲进来了，请陛下圣裁呀！朕跟他们拼了！陛下使不得呀！陛下可使不得呀！哎呦！陛下，陛下。陛下，恕老奴无状啊！娘娘。急事求您，临时抱佛脚，难得如愿。这是一袋子金币，你这庙够你修三座的。善哉善哉，镜花水月梦中尘，无助方知尘已真。画出牡丹终是幻，若无根土复何处。老和尚，你这十了八戒的我听不懂。我有个亲人要死了，我来求你为他做个超度。阿弥陀佛，同为物化道娑婆，快乐无端请放歌。钟鼓歇时魔舞散，悠然一曲定风。行了，老和尚，我要的超度不是虚的，是实的。我请你备一口好棺材，请你们佛家弟子亲自为他入殓佛灵。老和尚，你可做得到啊？做也是做，不做也做，善哉。安排百步，只为他一换一针茉莉花，推窗窥见清凉界，蓬莱仙境也是家。老和尚，我可就当你是答应了。我这个亲人，他死得冤屈，你们要帮我，好生为他入殓，好生为他稳居，别伤了他的身子，也坏了他的容貌。来世我去找他，我还是能一眼就能认出他。阿弥陀佛。
君生，我未生；我生，君已老。但愿有来世，日日与君好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送我。玉环姐远行，阿蛮为你准备了送行酒。好妹妹，你是不想让我走得那么痛苦？是。玉环姐先走，阿蛮随后就到。阿蛮，先知的孝心我已告知三郎，先知的遗愿一定要完成。
你我姐妹相会，一定要在先知的遗愿完成以后。知道，玉环姐，我会听先知的话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 心疼那醉人的痴狂，让今生受过的收场。